到尾过年咯，草屯镇东德高中来展开社区义诊的活动，学生分组前往六个社区，利用所学的专业为老大人来服务。这大型的行动，让阿公阿妈感觉是相当欢喜。由东德高中的学生担任着设计师，来个草屯镇技术社区进行义诊的活动。服务的学生当中，有人头一遍参与，心情真紧张。不过，游玩发挥到真好的专业，依照时代的需求来做着修正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有这次实习的机会，然后多挑战自己，然后就希望我以后就是剪发技术可以更加提升，可以帮社区老人剪，就觉得就是帮助到他们还蛮好的。对，设计是为了。一挂老人讲安尼吼，家家较水个，较好看，啊，较省钱一个安尼啦。或者老人讲欠一挂钱起来安尼啦，吼，啊，算社区设计也袂歹啦。啊，行啊，真用心。多讲真正来学习着专业的技艺，学生走出校园为社会增加服务，利用家己的专长，用实际行动回馈着社会。要剪阿公阿嬷的发型，就是尽量不要剪太短，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维持他们的卷度，不要让他们的卷度消失掉，变太直。对，学生是来自于时尚造型科的学生，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美发店上班，所以对接触这些长辈呢，他们也都能够驾轻就熟。那我们学以致用，来这边很回馈我们的邻里，也为老人家说，在过年的时候之前，然后剪个漂亮的头发啊，帅帅的头，然后去过个好年。那因为疫情期间，他们其实那时候，都待在家里嘛。那去年的时候也有一次，就是老师跟师生他们都来帮他们剪头发，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开心。好好基本来采取着分组轮流的方式，将陆陆续续整容技术，再个配方等等，这六个社区来展开着义诊，师生嘛真欢喜，而且来服务着这群高岁的时代人，快乐过新年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